因为其实这次的 Lollipop 重新出发是第一次在香港跟大家公开见面，我们有新的团名，也有新的手势，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怎么样？你的手势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ipop。大家好，我是 William。 大家好，我是敖轩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你说大家大家好，小玉，小玉，小玉是小玉，小玉是小玉，什么意思啊？小玉，小玉吃烧肉。小玉食烧肉，小玉食烧肉，烧肉 OK， 非常非常好。我咁呢个时候咧，都要同你哋倾下偈啊，跟住。就是你们在台湾有去过牛角吗？这个店，这个烧肉店，有，也是很喜欢。所以刚才拿的那个痛恨就是那么的兴奋。那么你们刚才现在在香港，你们刚才也吃过一顿很好吃的。你知道牛角在香港这个店的位置在哪里，知不知道啊？你们刚才从哪里来的？刚是从上面来的。从上面来的，对，系啦。我哋喺咁嘅广场咧，牛一牛角嘅一号店咧，就喺大家嘅右上方啦。头先咧，攞啲 fan 嘅，在你们那边，那 fans 那边，系啦，就系由嗰度咧，已经食咗一餐好开心嘅。刚才你们吃的东西里面，会有一个推荐给我们啦。你们每人最喜欢吃的一种是什么？好好吃哦，我先讲。小优，我当然是最喜欢吃烧肉，烧肉。对，因为我每次来香港的时候，其实都一直把自己的名字讲成烧肉，对，所以今天才真的吃到烧肉，特别有缘分。对 ，OK， 好了，小玉哥哥就是烧肉敖犬呢，敖犬。其实那小玉说烧肉，我说别的好了。这次来香港，我有点感冒，就是不能吃冰的。但他刚端出了一个东西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就是他们的冰淇淋，超好吃，我就忍不住就破戒就把它吃下去，太好吃了。明白，有啲唔舒服都忍唔住食一啖雪糕啊吓。好，威廉呢？我其实比较特别一点点，我特别挑了一个冰淇淋来吃。也是冰淇淋，冰淇淋还蛮好吃的。你讲冰淇淋，我讲冰淇淋的，两个也喜欢也没问题啊。我没有讲口味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好吃的东西大家都会觉得是一样。对，因为热的烧肉跟这个冰的冰淇淋是很好的配搭，比较解腻。明白。好，阿伟呢？我觉得它这个牛肉真的很不错，因为它牛肉有生牛肉跟这个黑烤的牛肉，两种吃起来味道都相当好，对，很新鲜。明白，很新鲜，新鲜非常紧要。你们就是棒棒糖的 fans， 棒棒糖就是牛角的 fans， 好犀利啊！好，也要。